吾大师哔哔哔哔，吾大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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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吴大师哔哔，他姓吴的大师啊，他妈妈叫啊不，他的老婆叫哔哔哎。啊，他姓吴叫大师。啊，吴大师。太太叫哔哔哎，吴大师哔哔。夫妻，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，就叫做吴大师哔哔。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。啊，真的吗？对。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？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。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的？对，海绵体的啊 ，B B 是洞口。对，桃山村的，不好意思，扯远了。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？好了，我不要站了。好嘞，你先问一下郭宇名字叫什么？张凯。弓长张吗？啊？弓长张哈，张飞的张哈。对。凯是凯旋，归来的凯哈。对。两个字吗？对。哪一组？泰雅族。爸妈都泰雅族吗？对。台币八十。那泰雅族的名字叫什么？泰雅族名字叫李。啊？斗笠，斗笠。爸爸的泰雅族名字呢？李豹。啊？李豹。李豹。李豹。啊？李豹。李豹。阿兄李豹。叫斗笠李豹，爸爸叫李豹。嗯。哦。阿兄李豹。李豹。阿兄李豹。阿兄李豹。他叫斗笠啊。
你也会 B-box 什么？你来一点，会一点嘛？他刚不会。等一下啊，他很强。我刚刚四年级哈，十岁，十岁，九岁，九岁，我九岁，哎，十岁了，十岁哈。哪一个国小？五塔。住哪一个村？最强塔。五塔村哈。还有谁要 B-box 一下？来，随便一点。我。旁边可以合音啊。啊，又来了。好了，哦，那个我会啊。好，来换你。我不要。来一点点。我不会。三只有一点哈，来一点，快点，快点，玩一下嘛，随便玩一下，快点玩一下。有啊，来哟。他会，他的更小声。来，我开始。快点，快点哦。我就不会了，他以后不会了，小声。一点点嘛。一点点而已，小声不行。来你，这姐姐会，他们厉害。他厉害，他厉害，他厉害，他会。快。哎。妹妹你强。哦。还有没有？快点呐！呀，你看这唱的对。没有了。快点啊！要摆我，其实我摆在一个地方了，那你这个上面。我还以为人，没问了。我结婚了。喂，我们全部一起唱吧。嗯，不一样。那你唱啊，可以一起唱。可以唱，太阳不一样。哇，太阳公公。可以啊，可以。会吧你？啊，唱了。咪咪嗦啦咪咪哟，咪咪嗦啦咪咪哟，咪咪嗦啦咪咪哟。雨伞拿高一点。雨伞，你有没有雨伞？你在叫的哦。你在叫。你在叫。在这边。呀吧。哇！雨伞放下。用另外手拉 B-box 了，嗯，我们不是这样用，对，开始。咪咪手拉咪咪，有咪咪拉咪咪，有咪咪拉咪咪，有咪咪拉咪咪，咪咪哟。多点变化，尽量玩，多点变化。对对对对，很好，对，多点节奏，多点节奏。给你看一下啊！你要放在吗？再介绍一下，你国语名字叫张凯哈。对。泰雅族的名字叫什么？斗笠。斗笠全名加爸爸。全名有干。斗笠，斗笠迪吧。对，你有干。他叫迪吧。你跟傻瓜会一样。弟弟，那个斗笠，你爸爸叫迪吧？对。那你叫斗笠。打兄弟吧，我是斗笠而已。爸爸叫迪吧嘛？对。爸爸要放后面，叫个斗笠迪吧，你要这样念，懂吗？那你爷爷的名字叫什么？知不知道？你爸爸的爸爸？啊，路斯。啊？你说我爸爸的爸爸？爷爷啊。爷爷啊。某界。某界。那你爸爸就叫迪巴某界，懂吗？某界哈。好，下次再练更屌的那个 B-box 跟 rap 哈。你会四年级啊？对。很强啊。你要破上完哦哈！会啊，一定会破啊，他很厉害啊。他有更在第几个？在第几个？你就打他的名字就查得到了。别叔叔，他有更强的。还有更强的？
能找到。我有听过，我有听过，就是最强的，我有听过啊。就是你的妹妹吗？对呀、啊。你把它教一起教会，两个可以一起唱，或三个加这个。好。啊，太阳花谢谢跟再见怎么讲？Peace, 刚刚那个牧师教你们的那个圣歌哈，你们也可以把它改成 B-box 版，懂不懂？那就很活泼了哈。那我先录到这边喽，好，谢谢啊。谢谢。对，开始。哎，等一下，一个一个来，先一个一个来。啊！嘘，里面的教会小声点，里面的教会小声。好，张姐先。我们先来，对。多一点，多一点。等一下，这样换位置。一半而已哦。比较亮。一半而已哦。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。你先唱。小声一点。对对对，请。很好很好，多一点，慢慢来。对对，很好，好，换你来。阿姐。多一点，多一点，你就表演，看这边表演一下。啊，我陪你。好，我们看，我们看，我们看。哎，很好，很好，继续，继续。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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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。好了，好了，赶快点。小声一点，里面在叫会。表演完了吗？还没有。把娘这个，不娘这个，播一这个，播音这个，不娘这个，大鱼，大鸡这个，大鸡。好了，好了，到了。播音，播音，不娘不大鸡，大鸡大鱼。好，来，叔叔问一下名字，你的国语名字叫什么？张姐。哪个姐？姐，旁边一个女翅膀。然后呢？啊？捷是捷运的捷，旁边是女字旁吗？对。张捷哈。嗯。等一下名字叫什么？北惠。北惠哦，那你叫北惠迪吧？爸爸叫迪吧是？嗯。你叫北惠哦。嗯。北还是北？北。北惠哦。嗯。几岁？几年级？念哪个国小？三年级。三年级。啊，对啊，那个九岁三年级读桃国小。爸妈都泰雅族哈，嗯，那你住在什么村？乌塔村。哦，乌塔村哈，好，来换这个小小哥来，你的国语名字叫什么？嗯，张毅。嗯？张毅。张毅啊。张毅啊。毅啊，哪个毅？他是哪个毅？旁边就那个一个镇的什么？什么？然后呢？那旁边带一个叶。这样啊，张颖啊，嗯，张颖是吧？嗯，几岁？嗯，一岁。几年级？一年级。一年级，你是弟弟吗？他是你弟弟吗？啊，对。你弟弟啊？对。那你的打样名字叫什么？尤干。那你叫尤干迪吧？爸爸叫迪吧的。那叫尤干迪吧嘛哈。哦。啊，等一下哈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五大师比比。比比五大师，五大师比比，嘟嘟两手里。Ooh, das pipi, o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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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s
还没吗？我还没。我的我的我的。I'm not.